Card A。 嗨，我是鼠之，今天我们又回来玩我们的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啦。上一集来到了我们 150cc 的香蕉杯，没有错，我今年就是来血池的。没拿到三颗星星就算了，连金奖杯都没拿到，还给那个村民拿到第一名，冠军金奖杯给他拿到手，这怎么行呢？不管，开始今天我们的比赛。大奖赛 150cc 稀释回，没有拿到道具没关系，香蕉杯第二次我来啦。香蕉杯 CG 干旱沙漠，没错，第二次跑一定比第一次熟悉，不可以落到其他名次啊，只有第一名是我的。来咯，第一场比赛简单倒数个3 2 1 Go Go， 赞赞赞赞赞赞。哎呀，村民不是开上一次的车子啊，那就是代表我可以拿第一了吗？没事没事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右边甩个围，双层道具吃个，哎，赞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。来，绿色龟壳放一个，喂，钱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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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甩个尾呢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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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跑好好跑，道具吃个，哎，虽然我满了没关系，道具永远不嫌少。说错了，是应该不嫌多吗？看来我今天脑袋也没有那么清楚呢。来，第二圈喽，嘿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哎呀，扣了3块钱，没事没事，夺第一名比较重要，没事没事。来，双层道具给他吃够，哎，不错，没事没事，香蕉皮放个，左边甩尾，哎，一路甩甩甩，很好，漂亮哦。哎，简单的跳个，哎，转，很棒。哎，双层道具吃个，跳一下，来跳第二下，钱币跟龟壳，来，钱币先吃个，龟壳放个，哦，哇。冲，很好，再冲，来这边小跳跃一下，很棒。来了，最后一圈了，这圈很重要。来，右边甩个尾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两个绿色龟壳，很不错，这是一个防守的好时机。只要，哎呀，闪电不来就没事啦，没关系，这边有双层道具，吃个吃个吃个。很棒哦，香蕉皮跟绿色龟壳，没事没事，很好很好，一切计划之内，计划之内，很好。哇，这边应该小加速给他吃个说，跳个个说，没关系，换个道具，跳一下，这边再跳一下，这边再跳一下，很好，完美，很好很好，非常棒。跳下，很好，第一名到手，哼哼，第一场顺利的给他拿下来啦。来，下一场比赛，香蕉杯甜圈平原3，我这次念的蛮顺口啦，但是还是要小心啊，不可以被人家夺得名次。我知道上一场输在这边第二名，惨。来，第二场比赛。倒数3 2 1 Go Go， 很棒，目前冲第一名，第二第一第二第一，哇，好，技术真好，一个道具都没吃到呢。没事没事，喂，哎，双层道具，哇，我今天甩得真漂亮，哇哇哇哇哇，不可以太靠近它，食物红色龟壳预备好，没事没事，来，就是这个时机，咚！哦，我刚刚看到村民的头发，哈哈哈哈，没事没事。进入到我们第二圈，道具吃吃，
很棒。喂，跳下，没事没事。还是龟壳，你来的时机可真棒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目前第二圈，来了都没事。嘿，跳下，双层道具吃到了吗？哎呦，很好。嘿，对对对，甩香蕉皮放个，这边可以小小加速。呦，吓我跳，甩甩甩甩尾，来又甩尾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红色龟壳来了，暂时不怕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有达到，没有用掉都没关系。第三圈了，最后一圈了，我可以失误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踩到香蕉饼，吓死我了。吼，跳下来甩，很漂亮的甩尾，哇，这个甩尾真好。没关系，闪电是大家都受灾难。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，好，跳下来，左边甩尾，在右边甩尾，要漂亮，看到终点线了，没人跟我抢第一名，太棒了 ，finish， 超赞，很好，第二圈顺利拿第一名，没有问题。香蕉杯碧姬公主赛道。这场超惨，丢到第七名就是这个，害我连金奖杯都没拿到。哦，凄惨啊，凄惨。没关系，我会加油的。来吧，第三场比赛，倒数个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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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尽量多甩多甩尾，然后甩漂亮一点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要冲到让大家追不过我的名次。哎呦，有一个保命符来了，很棒。天助我也，很好。我相信老天爷也希望我拿第一名啊。来，左边甩尾，左边甩尾，左边甩尾。很好，一直连续来，左边甩尾，很好，目前冲得很漂亮，来，很好，打掉了，虽然有点浪费啦，那个可以打人设龟壳，没有关系啦。左边甩尾，要不要右边甩尾？哇，很好，来甩一个，漂亮一点，来再甩，尽量加速，很棒。很好，来喽！这边可以小加速，小心不要踩到龟壳。没事没事，很好，飞起来，稍微左边飞一个，这是右边啊，左右不分了，没关系。其实我稍微有点紧张了。对，因为上次就是落在最后一圈的最后一瞬间，直接掉第七名，终点线前呢。他们真的很喜欢做这种事情。真的真的是紧张时刻，大家放松的时刻，就给他冲第一名了，就冲到前面品质，把我挤到后面去，吓都吓死了。没有事没有事，来给一个右边甩尾，很棒，很好，努力的向前冲了，冲一个，冲两个，来起飞，让我起飞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村民在前面。哇哇哇，村民比我更早变大。来撞一下。香蕉皮放个，很好很好，不要被他追过。有大成功大成功。Yes! Yes! 很好很好，我这次可真的是血池啊。上次掉第七名，现在。第一名，不错。来，下一场比赛。香蕉杯 DK 丛林。最终比赛，来哟，倒数个三、二、一 ，Go Go！二名，哇、哦，这是什么慢慢龟吗？为什么你们都可以这么早拿到道具啊？为什么都还要在那边等？
哦，怎么回事？那是刚刚他不是拿绿色龟壳吗？绿色龟壳可以这样打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们最后一圈来这么刺激的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来转上去喽，甩甩甩！看到前面两名了，冲第二了，飞！冲，很好，第一名到手了没？还没。哇，这个绿色的那个龟壳在慢慢龟。哎呦，哇！为什么这么准？为什么？没关系，第一名到手了。哇靠！村民，好，很好。没关系，这保命符我没有要打村民用的，用来防蓝色龟壳的。因为等一下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冲到第一名。很好很好，来甩甩漂亮点，甩那一圈一点，没错，甩那一圈就可以冲地，冲前面。飞，很棒很棒。哇，掉下去了！哇，没关系，这边有香菇，冲一下！哎。哇！不要一直撞啦！哎呦，没事，红色龟壳，来很好，这东西防个，来甩尾，很漂亮，来再一个，嘿，很好哈。为什么是我？不可以。要小心了。小心了，刚刚我看到村民手上拿大神弓，不可以。水漂亮一点，简洁一点，冲到第一名最重要。很好，目前很顺利，不可以大意，绝对不可以大意，不要走那个刚刚掉下去的道路，稍微危险，没关系。来，放后面冲一下 ，yes， 哎呀，很棒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三星金奖杯是会到手的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精彩重播。哇，其实会这一个跳真美。哦，这个闪电是很美，没错啦，可是打到我呢。安内没塞。行，不错，很好。获得了1250枚金币，得到了新的汽车零件。OK， 哈哈，是不是啊？三星金奖杯到手了，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啦。虽然说一样是用复仇的把三星金奖杯拿到手没有错啦，当然是能少拍一集就是拍一集，尽量能拿第一就拿第一，这样我这个计划的成就才能完美的画下句点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三星金奖杯是到手了，在这边就简单重申一下吧，小喵的三星计划还是会持续的进行下去，拿到 200cc 三星金奖杯之前是不会结束这个计划的。最后啊，如果你有兴趣跟我一起见证目标达成的瞬间，请务必按赞、订阅，并在下方留言处来跟我互动哦。我是鼠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。